没吃的话，今天就是爱臭美哦。这样整个脚不会让我短吧？嗯，有时候没有拍好，像不像猫耳朵？像不像猫耳朵？哎，最近都穿了收腹的这里面，不然的话，我肥肉全都跑出来了，好难看哦。看一下晶晶这样子，这样子的话好不好看？哎，可搞！看一下晶晶这样子，漂亮吗？天天都爱臭美，在哪里都感觉要臭美一样。Hello， 又在臭美啦，感觉坐起来好胖一样。要准备吃中午饭，这里好痒啊！这几天天气变冷了。这里面都穿了收腹裤的，因为我有点胖了。现在最快乐的事情就是自己动手，还不会出错。